花边啊，到我们家去一趟呗。你是请我吃饭呀，还是请我喝酒啊？啊，我不请你吃饭，也不请你喝酒。你不是怀疑我们家电路没问题吗？你去看看去。不看，不是，为什么不看呀？我还有回家练书法呢。不是，就三五分钟时间，你抽不出来？抽不出来呀？花边，我求你了，行不？哦，你求我呀？啊，那也不看。噔噔噔，花边。 你说这李化彪什么人呢？你说他呀，王可靠啊！王可，你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让他看看咱家那电路，他不看的。活该！我告诉你，赶紧把电给我修好了，这大热天的，冰棍都化了。哎，哎哎，再挂。哎，你们认为如果真想把读书这件事情搞好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 这个事儿其实我一直在想啊，只有一个老办法。什么老办法？请讲。以前村里面搞一个类似这样的活动，大家积极性也不高。后来我们就想出个办法，每次来的时候呢，发点小礼品。嗯。你比方说啊，牙膏、牙刷啊，哎，这样大家积极性就高了。我认为，咱们也可以按照这个办法搞一搞啊。哎，刘书记啊，嗯，搞是可以搞。 但是就是现在咱们村上账头上啊没啥钱了，我也不知道咱们这个读书活动到底要开展多长时间。你要是十天半个月的话，我还能定一定；时间长了，咱真定不住。这肯定是个长期的嘛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那钱肯定不够啊。这个我理解，就算真的按照这个办法，我也没打算用咱们村集体的钱。刘书记，啥意思？你准备自己花钱啊？ 刘书记啊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对呀，你不知道，有一年啊，我们搞计划生育检查，要组织大家学习村里杀了十只羊。要想把大家伙都凑一凑，还行；这时间要是长了，咱们也拿不起啊。三国。 我觉得刘书记人挺好的，你能不能跟他提提咱家贫困的事儿啊？怎么又说这事儿？那咱家现在确实就是贫困户，你不要光要面子不要日子，行不行？什么叫光要面子不要日子？啊？那咱家啥事儿不都是照常运转吗？你的病照看，孩子的学校照上，饭照吃，咋了？ 哦，非得张手相让人家要，你日子过得才舒服啊？那孩子的学费又该交了，我看你拿啥交？筐子不还是有点编出来的吗？能卖点钱，把那两只小羊也卖了，凑合应该差不多。两只小羊才三个月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你舍得呀？行了。 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。什么啥意思啊？能有啥意思？就是第一书记到咱村了，他不会做饭，大家伙呢都想让第一书记到自己家里来吃饭。争来争去也没个结果，就以抓阄的形式来决定，最后被咱家给抓到了，就这样。当时抓阄的时候，妈跟我都参加了。你要是有意见。 那我马上跟妈说去。你跟妈一个老革命，一个小革命，啊，我能有什么意见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也太巧了吧，就那么一个揪，那偏偏就让你们给抓了去了。哎呀，你想什么呢？真行，什么事情到你这儿了，都变成负能量了。反正这事我跟你说过了啊，以后你不许再拿这事说事。行行行，啊，那我告诉你啊。 吃饭归吃饭，你别给我整出别的事儿来就行。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就这样啊。哎，哎，师叔。
怎么了？是这样啊，我来这个村啊，开展了一段时间工作，我发现呢，要想把村民集中到一起读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因为这个村呢，过去啊有一个老传统，就是如果想把事情搞起来，就要给村民呢多多少少发一些小礼品。这个，所以说呢，我想，有没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哈，开展工作？不是。 你不是要跟我要钱吧？冯院长，我当然这件事情确实也没想好。当然了，这是迫不得已的一种想法。万事开头难嘛。我想啊，如果说咱们通过这种方式，把大家的读书兴趣培养起来，或许以后的工作也好做。所以呢，我想问一下，就咱们单位或者说是咱们文旅局有没有这方面的经费？ 如果有的话，能不能多少给我申请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这送你去村里这第一天，我就告诉你，咱们文化馆你只要不给我提钱，你提什么要求我都配合你，对不对？馆长，我一点都不想采用这种办法开展工作，只不过呢，我做了很多尝试以后啊，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。你说咱们这个事儿，要不然能不能想个别的办法？没关系啊，这样。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哎，那行吧。再见啊，好。哎，小朋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哎，停一下，你们刚才是不是骂人说脏话了？咱们平时啊。 要说话文明，不能骂人，好不好？好。另外啊，我们平时见面啊，要互相打招呼，讲礼貌啊。小朋友，你们好。叔叔好。小朋友再见。叔叔再见。好，你们上学吧啊，不能说脏话了啊。哎，要走马路右侧啊，过马路注意安全。 刘书记，再看看这家吧。哎呀，也锁着门呢。刘书记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现在这时间啊，家家户户可能都没人，都下地干活了。这理解理解。再去那边看看吧。好好好。哟，严正哥啊，严正哥。哎哎，我们都给你送书来了，严正哥。 老乡，你方便开一下门吗？我呢，过来就是想跟你送几本书。严正哥，老乡，在空闲的时候，欢迎你去村部读书，好不好？刘书记，我帮你拿。那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啊，这家。哎，嫂子。哎，刘书记，文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？ 你猜我看见谁？哎，你猜我看见谁了？你说老婆子，你这一打扰，你看有龙则灵，不灵了吧？不是我，我看见文秀跟刘书记了。怎么了？他们挨家挨户的去了解那个读书情况。现在到哪了？崔队长。哎呀，离咱家就隔一家呀。可不是吗？快点把发证书给我拿过来。干嘛呀？这就这个，快三百首。干啥呀？三百首。 干啥呀你呀啊！念去去。
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。你把我这个沙发罩踩脏了。多情自古伤离别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更哪堪冷落春秋节。行了，哎呦，你倒是小心点儿啊你。你这念的是啥呀？人家能听得懂吗？我念的是词啊。哎，还词嘞？你就当我不懂是吧？这明明是诗，真是的，还词。我，你就欺负我什么都不懂。老婆子啊，这明明是词，这是诗，你以为你啥都懂啊？你要增加文学修养啊！咱们家是书香门第，他要不他不搭配。这么着吧，你把这个凳子你搬到院里去啊，咱到院里去读。干啥呀？那么大的屋读不开你了。到外面读这个影响力大，你懂什么？快快快快快去。那你帮我抬我腰不好。哎呀，你关键时候掉链子，我自个来吧。你自己就能干的事，你就是得指挥指挥我。你读书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有时候读完一本书呢，很难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但是通过读书，我们能够增长知识，开阔视野，陶冶情操，然后改变我们的生活。刘书记，你说的这些呀，俺也懂。不过呢，俺现在最关注的是现实的，是眼下的，是摸得着、看得见的。比如说，你明天让俺去读书，你要是给俺50块钱，俺就去。这个恐怕是……那你就别怪俺不去了。哎，我看你家种的有葱姜蒜哈。对呀。产量高吗？不高。哦，我这里啊有一本书，等会儿啊。对，这个葱姜蒜的栽培技术，啊，您抽空可以看一看啊。好好好，谢谢刘书记哈。不客气。你给我们送书收钱吗？不收钱，全是免费给你们看的。如果你觉得这本书有用，还想看其他更好的书。如果空闲的时候呢，就欢迎你到村部去。好好好，谢谢刘书记 啊。不客气啊。念去去千里烟波，春霭沉沉吃无楚天阔，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哪堪冷落春秋节。你是念的啥呀？词。我知道是词，要不然你换一本，你看我这多好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哎呀，这首词比较深奥，刘书记来的时候呢，我好背给他听。三国大哥，三国大哥，三国大哥在家吗？放下来。来，水壶拿着。再见，再见。哎，这小宝宝，别跑。哎，齐老师啊，嗯，哎，我听说来了个新书记啊。哦，是。人怎么样？人怎么样？反正这届下派的书记啊，和每届他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你看他，不光跑步，他还非得带着大家读书。读书？好事儿啊。好啥好？谁还读书啊？把我们都折腾坏了。我都替我们家老张啊发愁。这有啥愁的呀？把书发下去，大家看不就是吗？要真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。关键是人家大家都不乐意呀。刘书记，
哎，这么巧啊！你也跑步啊？方便大哥，你也喜欢跑步啊？我妈这个平时这个，也跑跑，跑步是个好事情啊。咱俩有点撞衫啊。对对，撞衫。哎，撞衫是啥意思啊？撞衫就是说穿的差不多。哦，哎呀，虽然是差不多，但是穿在你身上和穿在我身上，他怎么就感觉不一样呢？浩明大哥，你真会讲话。哎，刘书记，那个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跟你一块跑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行吧。喂，刘书记，你看你这个也老这朝这个山上跑啊，我觉得到村里跑步也挺好的。山上空气比较新鲜。啊，那咱农村吧，空气都新鲜。到村里跑呢，一是吧，你锻炼了身体；第二呢，你还顺道视察了工作，这不一举两得吗？好不好？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刘书记啊，你先跑，一起跑。哎，好好好，来。单位的也有画画的同事，有机会我介绍你们交流交流。好，是是。啊，远志，我跟刘书记跑步呢。哎，上来啊！哎，早上好。哎，靠啊！拿瓶矿泉水给刘书记，替我账上。不用，真的不渴，谢谢啊。不需要是吧？那行，刘书记慢走啊。哎，李光边。哎呀，你这小步伐跟得挺紧啊！没办法呀，刘书记啊，硬让我陪他一起跑。哎呦，又怎么了？你那裤裆怎么给扯开了？哎呀！你慢点，李万边，慢点跑。想出多大风头，他丢多大人呢？是是。哎呀，这个事闹的。我就跟你说，别买这仿冒的，别买这仿冒的，非不听，非得沾这个名牌，非得买。这回行了吧？露脸了，露脸了。哎呀，老婆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不是名牌不名牌的事，关键是啊，这条裤子太瘦了，你要是肥一点，保证没问题。你给我买那条，我幸亏没穿，这要穿上了，跟你一块现眼。刘书记。哦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，主任，各位啊，为了确保啊，咱们读书这项活动的顺利进行啊，哎，徐会计啊，这个也完成组织交给咱们的任务。经过慎重考虑呢，我认为。还是沿用咱们村过去传统的办法，给前来读书的村民呢发一点小福利。好啊，好事啊！哎，关键这钱谁出啊？我们单位啊有这么一笔经费，我跟局长请示了一下，他说呢可以先拨给咱们一部分。哎呀，原来有经费呀，太好了！要早知道有经费，我就不费那劲在大喇叭里又喊又嚷。是，我也是刚刚申请的。然后挨家挨户还把你揪人去。是。哎呀，刘书记，我太了解咱们村了，只要是有福利，甭管什么活动，大家准到。更何况我们搞的又是读书活动，不费什么体力，你放心，大家都来。那你们认为发点什么好呢？我在这方面没经验啊。我有经验，往常这些事儿都是我经办的。是这样，刘书记，你发这个东西啊，一开始啊别买太贵的，就买那个两三块钱的，特别小包装那种洗衣粉，再发一些可乐呀、小饮料什么的，一起上。哦，但是切记啊，不能老发同样一个东西。你要老发同样一样东西，他搁家里他没用，他就不来了，他还对你有意见。你看这徐会计啊，讲起来一套一套的，果然是很有经验啊。是。那这样，这个工作就交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您放心，这工作您交给我以后，保准让领导满意。这个活动呢还有效果，群众还没意见。老徐啊，哎，你费点心，你到镇里批发市场去买，那儿成本低。买回来之后找一屋子啊，专门放着，记着千万别出差错。哎，好，我明白。啊，对了，回头我上网我再搜一下，价格对比一下，哪个便宜我买哪个，好不好？好。
刘书记，这东西今天晚上就要用吗？今天晚上就要用。好，我这就采办你啊。好，辛苦啊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去啊？不是，那个，哎，刘书记，您那个还没给我钱呢。哦，对对对，你拿那个村里面的钱先垫上，把发票开好了，回头找刘书记报。啊，那我明白了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办去啊。好，辛苦啊。不辛苦。哎呀，刘书记啊，你看这村里这集体经济啊，它不行，富裕钱呀也没多少，要不然让你想办法呢。你是来村里面帮助工作的，这种小事儿还让你出头，你说我们这心里过意不去啊。哎，张主任，不要这样讲，啊，都是为了工作，只要能把读书这项活动开展下去啊，不管通过什么方式，我认为都是可以的。不瞒你们两位啊，我最近啊确实有压力，我怕呢读书这件事情办不好啊，领导不满意，群众不买账，那就麻烦了。这不用有压力，你放心，只要有福利肯定没问题。真的？你这晚上你看效果就知道了。好好好。那个刘书记，我还有点事儿，这样工作上有什么安排你直接给我打电话。好好好。哎，主任，指示，你到村部门口来一趟，开个小会儿。啥会啊？啊，你来了就知道了啊！快点。好。文秀，你为什么用这种眼光看着我？是不是有话想要跟我讲？这笔钱，真的是你单位出啊？对，是我们单位出。你单位出还好些，要是你个人出啊，这是个无底洞，你一定要小心一点。我知道，真的是我们单位出的。嗯，那就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好。主任，你又把我叫过来啥事儿啊？等文秀一下。哎，你们怎么还没走啊？这儿开一个小会儿。我们开会，刘书记不参加啊？不用参加。这合适吗？没事儿，不是什么违反原则性的问题。说是开会呢，其实就找你们俩商量一下这个读书发福利这事儿。我认为啊，咱们作为党员，读书是必须要参加的，但是这福利呢？就别拿了。我同意，其实就是你不说，像我妈这样的老党员，她也不会拿的。好，非常好。老徐，啊，你什么态度？主任，我是这么认为啊。你看哈，这些福利呢，本身就不是咱村花钱买的，是文旅局掏钱买的。你说咱要不领，也退不回去，将来也得自然消耗掉了。这和退不退过去有什么关系？作为党员，一点觉悟都没有。记住，不该拿的就不能拿。对，我绝对不拿，而且我告诉我们家谢丽，她也不许拿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没啥事儿，那我就采办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冯馆长。哎，石成啊，有什么事情请指示。怎么样，这读书的事儿想出办法来了吗？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好，你赶紧说说什么办法。是这样，我有一个同学呢，他代理了一个品牌的火腿肠。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讲了以后啊，他愿意给我提供一部分赞助。太好了，我昨天晚上我跟你嫂子还说呢，我说怕这事儿吧你自己出钱，我说商量商量不行，让咱馆里的人啊给你捐一部分。谢谢你对我的关心，给嫂子问好啊。那你这事解决就好了呀，那祝你成功啊。可靠，嗯，可靠。哎哎哎，我跟
跟你说个事儿。啊，村里啊要组织读书会了。哦，听说还发东西。是吗？什么事嘛？嗯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敏感呀？不是，咱们超市这么多东西，我有啥敏感的呀？王可靠，我说你啊，典型的没有商业头脑。我给你算算啊，这村里要组织读书会的话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吧？嗯，说不定还能搞上一二三四五六个月呢。一个星期组织两次，一个月几次？八次吧。八次吧，那要是五个月呢，可就是几十次啊。咱村多少人，每人都发东西，那得多少东西？哎，如果所有的东西从咱们超市里拿，那咱们超市的生意是不是蹭蹭蹭蹭往上涨？你要这么说倒是个大事儿啊，那你啥意思呀？我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啊，咱们把这个活呀给揽下来。那怎么揽下来？哎，对了，听说徐百年去镇上批发去了。人家早就有安排了，就甭指望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有安排咱们就不能争取了？那怎么争取啊？我觉得吧，咱们得从刘书记身上下手，只要把刘书记搞定了，这事儿准成的。你是真有意思呀。怎么了？现在想起人刘书记来了呀？俺当初我请人回来吃饭的时候，你怎么想不起来人家？当初我也不知道他管这事儿啊。我觉得现在呀，亡羊补牢，啥事儿都不晚。哎，赶紧找刘书记去。啊，我平白无故找人家。嘿，什么叫平白无故呀？找个理由去。那我找啥理由啊？我有办法。咱家最贵的小食品啊，你拿着去，你跟刘书记说。刘书记啊，看你这两天呀太辛苦了，给你两个小食品，下个酒，我来看看你。不是，人刘书记啊是市里来的领导，还是咱的书记，人不光不能要啊，而且几句话给你怼回来。怼就怼呗，关键是给你找个理由去，不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想呢，他要是要了呢，这事儿就成了；他要是不要，你就先拿回来，咱也不亏，是不是？关键是在你回来之前把事儿给他说了。这条条款款的，刘书记在按你这做，切，开玩笑嘛！要去你去，我肯定不去。王可靠，怎么着？不听媳妇话了是不是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咱们家顶天立地大男人？抛头露面的事儿，你打算让媳妇去呀？啊，你现在想起我是咱们家顶天立地大男人来了？啊，那当时我要面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我是咱们家顶天立地大男人呢？哎，就这段时间，准确的说，就是刘书记来这段时间，你把我打击坏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要去你去，我肯定不去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去不去？不去。去不去？不去。不去是吧？行，不去，我去。哎，谢丽。喂，百年儿。啊，啥事儿？到了吗？到了，刚接完货。家里啊，油没了，一会儿你记得买两桶回来。不是，谢丽，你啥意思？啊？你这不是占公家便宜吗？现在绝对不行啊！买东西都要明细。再者说了，新书记刚来，你这不是给我添乱的吗？不就两桶油吗？哪儿放不下呀？别给我找事儿啊！这事儿一定不行。什么叫一定不行啊？哎，你就算不走公家的账，那你自个儿不也得买啊？那你就不能到可靠超市，你先弄桶油先用着。你说要买东西跟公家东西混在一起，就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我跟人说得清楚吗？就你事儿多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回去以后我有事跟你说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回去再说。刘书记，刘书记，刘书记。
兄弟，买个筐吧。对，你看一下，都是我们自己编的。对，又结实又便宜，来一个吧。好是好，现在用不上啊，我再看看吧。哎，你再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。三国，咱这东西是不是就没人要了？再等等吧。哎，别的我倒不担心，我就担心孩子的学费。那咱就找刘书记说说不行吗？又说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什么呀？这是刘书记的衣服。啊，刘书记让你帮他洗衣服呀？对呀。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哎呦！我李家彩，刘书记连内裤都让你帮他洗啊？啊，他有点太过分了吧？这怎么还有内裤呀？我真没看着。要知道有内裤，我也不能拿回来啊。李家彩，是刘书记让你帮他洗的，还是他不在的时候你拿回来的？那肯定是他不在的时候我给拿回来的。你真是个人才啊，趁人家不在，你把衣服拿回来了，你不怕人家报警啊？报警？至于吗？人不在，我就给拿回来洗几件衣服，他就报警啊？我都不知道你这都是为什么呀？这都是啊？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你这个呆瓜肯定想不出来为什么，我还不是跟刘书记想搞好关系呀，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是不是？怎么着，我就给他洗几件衣服，又没跟他干啥，你想干嘛呀你？不是你还想干啥？你这么做就够过分的了。怎么过分了？我这真过分吗？嗯。那我不是为了咱们家，为了超市吗？为了他把福利的事儿给咱们。王可靠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理解我，你要是那我就给送回去。哎，别！家彩，这拿都拿回来了，你还不让我说两句是吧？不让。哎，不行，还是内裤我洗吧。成，我到你文化馆楼下了，给你带了点海鲜，你下来拿一下呗。啊，我不在文化馆。你不在，那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农村挂职呢，任炊事沟书记。你去村里当书记去了？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升了官，忘了老同学了。哼，你真逗，我升什么官啊？你见过有升官升到村里的吗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最近啊正在发动群众读书呢，搞得我焦头烂额的。等我把这件事情捋顺了以后啊，我再告诉你们啊。到时候你带着咱们这帮同学过来玩，好不好？你听我讲啊，我现在挂职的这个炊事沟村啊，山清水秀，确实很漂亮。这个水啊特别清，山特别绿，空气也很新鲜啊。我现在感觉不像是过来工作，倒像是过来度假的。这么好的地方，那我去找你啊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过来找我？就是现在啊。哎，别，你千万别闹啊！我刚到这个村不久啊，工作啊还没有全面展开呢。再说今天晚上我们举行一个读书活动，你来了我也没时间接待你，啊。喂，你听见没有啊？没听见。你能不能别闹了？真的啊，我跟你讲真的啊，这个你可千万别来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去找你，你还不欢迎我？哎，你来看我，我当然是欢迎啊。你说你一个人来看我是吧？村里人还不知道咱俩是什么关系呢，这样不太好啊。
你是单身，我是单身，那咱们俩都没什么问题，你注意什么形象啊？不是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怎么想的你别管，反正呢，农村跟城里不一样啊，你就听我的好不好？这个你最好别来，如果你非要来的话，你能不能带上咱们几个同学，或者说带上几个你的好朋友，好不好？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那我还不去了。喂。使点劲儿的，哎，三国哥，又赶集卖筐子去了。这刘书记啊，卖的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啊，刘书记，你的腿好点了吗？这个感谢你给我送的草药啊，好多了。这个草药真的很管用，谢谢你们啊。别那么客气。嗯。哎，三国哥，那天我本来想找你好好聊一聊的，结果呢被狗咬了一下。一点小插曲没有关系。那天我正好没在家，我那狗啊，还真就是爱咬人。哎，这个筐子不好卖，什么原因呢？嗨，现在赶集的人也少，再说呀，用这个东西的人也不多了，所以就没卖。行了行了，刘书记，你该忙你的，忙你的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好好好，等有机会的时候，这个我再去找你聊聊，或者你到村部找我都行，好不好？我不爱去那地方。走走走，来，赶集起来，不用你，不用。哎，你起来吧，不用你。使劲点。我们先走啊，刘书记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孩子的学费咋办？啊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？三国，其实像咱家这种情况。应该跟政府要救济的。你要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不让你去，我自己去行不行？不行。你咋那么倔呢？我就这么倔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都倔了半辈子了，都这个年纪了，还想给我改改呀？那你不改，这日子咋过？该咋过咋过。走。老婆子，你看看我写的怎么样？热烈祝贺读书会隆重开幕，不怎么样。哎呀，作为我的老婆呀，鉴赏艺术水平还有待提高啊。你说人村里组织读书会，村里不忙活，你这瞎忙活。你看你这热得满身汗的。哎呀，这个村里他不是没有这个意识吗？就张有才那个文化水平，他就想不到这么高雅的事情。哎呀，再者说啊，我也不是全为了村里。那你为了什么呀？这个读书会人肯定很多呀。嗯。场面大呀。嗯。正好借此机会，宣传宣传我的书法艺术。不是你给人村里写标语，你怎么不用红纸啊？啊？哟，花边。哎。这是要买东西呀？啊。哎，你看我正忙着呢，这洗衣服呢。哎呀，这城里人的衣服呀，就是金贵，得用洗衣液，得手洗，不能用洗衣机，可金贵了。城里人衣服，谁的衣服啊？谁的衣服啊？那你过来看看，你看那谁的衣服呀？刘书记的衣服呗。哦，不是，他的衣服怎么到你这来了？刘书记让我给洗的呗。怎么着，李花斌？我就不能给刘书记洗衣服呀？能，能，太能了。他才来了几天呀、啊，你就成了他的后勤部长了。哎呀，啥后勤部长啊，花边啊！你要再这么说，我撕你嘴啊！哼，全当我没说啊。干啥呀、啊？哎呀，给我拿两张红纸。拿红纸干啥？今天不是还学习吗？我写幅字，祝贺祝贺。没有。你还不卖给我？我没有，我干嘛不卖给你？我是真没有。不信你进来看看，随便看。哎，嗯，全在这儿弄。
可靠啊。嗯，你这个超市也太不可靠了。怎么的呢？哎呀，这啥都没有啊，这个是。你看啊，咱们村呀已经迈入新时代了，马上就要振兴了，辉煌了。你说你这个超市再这样下去，啊，早早晚晚要被历史的车轮给淘汰了。我碾压了不可。淘汰？怎么了？犯什么事儿了？被李花边给吓着了？啊，不是吓着了，就我发现呢，刚才他说那几句话很有文化呀。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自打刘书记来了以后啊，他这个文化水平蹭蹭的往上涨。你这么一说呀，好像还真有点儿。看来这读书有用啊。人生最快乐的事呀，就是读你的山和川，书里自有颜如玉，书里自有情和缘。人生最幸福的事呀，就是读你的雪和寒，书里自有蜜和藏。书好，莫等闲，三更起，五更眠，学不厌，会不倦，读得人生千百味。读书好，莫等闲，学不厌，会不倦，读出乡村旧貌，换新颜。